而如何来捍卫消费者的权益呢？之前买到味全肉松肉酱、布列德葱面包，还有德克士炸鸡等等问题商品的消费者，现在可以向业者来退费求偿了。台北市消保官和业者已经达成协议，除了退费，还要赔偿3倍，外加500元的身体损害赔偿。北市消保官上午与味全、德克士炸鸡和布列德面包3家业者闭门协商退费赔偿方案出炉。买过问题商品的消费者，除了退费之外，还可以求偿3倍，外加500元的健康损害赔偿。原费用退，然后加3倍，再加500。也就是说，买到百元黑心商品，除了退回百元，还要赔300，外加500元，总共拿回900元。消费者只有持有味全的肉松肉酱、布列德葱面包和德克士炸鸡等问题商品，或是发票，或是购买凭证，就可以要求业者退费赔偿。高雄市的消保官也打算比照台北市与正义谈判，帮消费者争取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